大家好，大龙现在在这个宁夏自治区的中卫市啊。现在我的位置呢是这个咱们中卫沙坡头机场啊。今天呢，大龙带大家做一次这个咱们全中国最便宜的航班，就是中卫到银川的航班啊。给大家看一看十块钱是怎么坐飞机的啊。一会儿大龙就进去去取票，然后给大家拍一拍这怎么取票啊，怎么过安检啊。大龙给大家拍一拍。这趟航班呢在网上订啊，就是10块钱，但是必须要提前订啊。这是他们中卫的机场航站楼，这叫从市区呢到这个航站楼呢，到中卫这个机场呢是免费大巴车啊，大家记住了，是7路线啊。好，现在我这行李我准备要进去了。然后呢，这是整个这个中卫的机场，看到了吧，这是它的航站楼。然后呢，对面，在对面远处是安全检查，这边是办理登机手续，这边是售票，就是你不在网络上售票也可以啊，也可以来这个机场买，但是会稍微贵一点啊。办理登机手续呢，就是我们换登机牌，拿自己的身份证啊换上登机牌，去前面过安检啊。现在还没到我这个航班的时间，这边是公安执勤啊。为什么说下公安执勤呢？如果你的身份证遗失，或者你的身份证过期，全大龙这个啊，你需要办一个这个临时身份证。很快10分钟啊就可以办下来。那首先呢，你一定要背下来你的身份证号码啊，拿着这个临时身份证明去办理登机手续，就是给你登机牌。现在我已经换完登机牌了啊，这是登机牌。哇，我拎的东西有点抖，来看一下登机牌，然后准备去过安检。大龙现在过了安检了啊。因为背的包啊多一点，是一些笔记本啊和这个充电宝啊都要拿出来检查的啊。这是他们的这个等飞机的地方，大家看一下，很小啊，但是很安静。然后这是我的机票 ，EA 就是这个位置啊，就这个位置。一会儿3:15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登机了。在这里边进来的时候，大家打火机和一些矿泉水之类的都要放在外边啊，不允许带进来。而且液体呢也是有说法的啊，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。我们的飞机终于来了，就这个看，就是工作人员在。这个已经稍微晚点了，晚点大概也就十来分钟吧。大龙先进来了，这个是我坐的飞机，幸福航空，非常小，大家看到了吗？哇塞，10块钱的飞机啊，从中卫飞到银川的，尽量不要拍照啊，大龙就稍微小一点给大家录一段，也是，真的很小啊。飞机的外观。EA 在哪边啊？我前面好，谢谢。我是 EA， 这是两排座，看到了吗？你是 EA 吗？对 ，EA。这边，你们是 EA 吧？对，左边靠窗位置。好，谢谢。哇，第一排第一桌，先弄一下东西。啊，先上飞机了。我坐的就是最前面这个位置。啊，对，不是，救生衣在你的座位底下，座位就是小安全带，坐垫当做救生服垫，紧急事业。给大家看看飞机的大小。两排座。应该也是能合载个100多人左右吧。来看窗外，
这是中国航油加油的吗？好像是。啊，这是螺旋桨看到。不是，这叫什么桨？第一次看到这个。人好多、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买的都是10块钱的，坐前面也挺好的，第一次坐前面，上面这是空调啊，这么一旋转就断臂了，空调和阅读灯之类的，阅读灯，这玻璃这是砸板，可以拿下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您选乘幸福空班机，请您确认手。这是安全带啊，然后给你系上。马上要起飞了，加速了。很远，这是我们的飞机啊，飞机大家看，是不是很小啊？